今天我们来开箱世界上最变的东西。搞什么搞什么？哎，阿星，嗨，今天我们要来开箱肾结石推出来的，很像科圈面的一个东西哦，它叫做肾粉。这个东西呢，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好像是调味粉包哦。这一次呢，也不是只有肾结石一个人他推出了这个肾粉，他跟鱼干，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同时口袋那个鱼干的，他们两个一起推出了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鱼干加鱼干的肾粉，就是小鱼干再加上肾粉，把它加在一起。它的包装看起来真的好可爱哦。这样这个东西呢，应该就是下酒菜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东西来。工商时间，各位，工商时间，前面这两瓶呢，未成年请勿饮酒哈，对不对？这东西是什么呢？是酒，但是它不是普通的酒，它是马田出的酒。我是帮马田工商吗？他要给我钱吗？首先，我左手边的这一瓶呢，叫做爆肝。为什么叫做爆肝呢？因为它跟台湾某一个非常有名的酒吧，它里面的销售冠军的一个调酒就叫做爆肝。那个爆肝呢，趴数很高很高很高。这个是它的轻量版本，但是虽然说是轻量版本，它也是现在全台湾啤酒里面趴数最高最高12%的啤酒。我是有自信喝了，应该是不会醉的哈。OK， 再来我右手边这一瓶呢，看起来有够可爱的啦。你看它的包装，它叫做 Euphoria。其实它们两个都是水果酒，这个是草莓蜂蜜，然后这个是芒果水蜜桃。好，那这个是下酒菜，等一下我们就一边吃鱼干配肾粉，再加马田。好，说到肾粉，这里面呢，真的只有粉，好不好？真的只有粉。我们先来打开它，来看看，它真的做的好像对那个科学面致敬，哦，太多包了吧！真的是粉它真的只有粉我不知道是什么口味的啦，就在这里。但今天呢，这些东西感觉起来就是要加麦当劳的薯条嘛，然后把它变成摇摇薯条。所以我今天还去买了麦当劳，我们把薯条倒进去。倒进去之后呢，我想先偷偷看一下它是什么成分。我看到了，鬼椒粉、辣椒片，想杀人吗？所以这是很辣、很辣、很辣的粉。幸好我不是加上去之后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加一点点，先浅尝一些些，好不好？这一包小小的粉，把它加进去喽。先加半包，它闻起来是蛮香的啦，它那个粉。也有薯条时间，吵死了。好，在开它之前，我们先来开个酒好了。12%我们留到等一下再喝，先喝个比较轻松一点点的5%，轻松轻松啦。顺带一提哦，这个酒呢，在便利商店买不到，好不好？这个只有在一些特殊通路买到，会留在今天影片正下方的留言区。你可以在一些酒吧可以找得到这些，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通路。那它是限量的，卖完就没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可以买个两支，一支拿来喝，一支拿来就是摆着做装饰，好不好？来喽。那这个酒啊，我刚刚亲手稍微就是轻摇过，因为它是水果酒，所以它里面会有一些沉淀物，所以在喝之前啊，先稍微摇动它一下，先来浅尝一小口，真的就是那种草莓的香味，好香好香。它有点像是啤酒花再加上草莓的味道，草莓的味道喝下去那一瞬间是啤酒花的味道盖过那个草莓的味道，可是浅尝到越后面的时候，那个草莓的味道会淡淡的出来一点，有点像是水果酒再混上啤酒的感觉，蛮好喝的。好，饮料准备好了，薯条也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来挑战肾粉的时候了。来干嘛？太少了，轻轻松松整包加下去啊，整包加进去了。我看鬼椒也不过如此嘛。现在每一根上面呢，都有一些肾粉在上面，粘在上面。等一下，干嘛？它的香气很足，但是没有那种辣的刺痛感。它的辣是好香的那种辣哦。由于小精灵叫阿神挑战自己的极限，所以阿神决定继续加肾粉，真是不要命了。好啊，来啊，怕什么怕？不怕虎，再来第二包，各位。哎呦，第二包没了。我觉得我在作死，现在打开就一个味道扑鼻而来。いただきます，一个红到不行。这粉包是好吃的呢，那种粉包。于是，好像有点刺痛感出来了，在我的舌尖。开始了，我的程度大概两包吧，三包可能是喜欢吃一般人的小辣，这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中辣了，快到大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鱼干配上肾粉，好不好？它里面呢附带的东西是这个样子，里面呢有一包鱼干，两包鱼干，
三包鱼干，四包鱼干，然后再配上一包哦，应该小包一点，应该就里面就四包而已。这个应该是，如果你喜欢吃辣，你就可以把剩粉加进去啊；你不喜欢吃辣，你就可以直接吃。我们在开始之前，我们来开个12%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稍微把沉淀物摇一摇，很美的啤酒花哎，闻一下它的味道。水蜜桃的味道，这两款应该都是女生会很爱的。我知道为什么它会是销售冠军，它的味就是它的那个调味的味道很香，而且啤酒花的味道比这支还少，这支啤酒花的味道很淡，然后大部分是水蜜桃味，也许水蜜桃跟啤酒花比较搭一点。哇，好顺哦，这支是很顺。你知道我喝台啤啊，我会觉得它的味道那个啤酒花有点太重了。这支比较像台啤的草莓口味，但这个水蜜桃跟啤酒花的味道是融在一起的。这个是我刚刚有说到，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是啤酒花，然后再来一点草莓，但这个是两个味道是融合在一起的，前面到后面的味道是一致的。我觉得这个要喝这个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，它喝起来不会让你觉得酒味很重，就是水蜜桃味道，就有点水果酒的感觉。然后它就是12%。如果女生一个人在外喝这个的话，可能要有朋友在旁边稍微陪伴一下会比较好。这个就是。你大概灌个几瓶，你会不注意，然后你就一直喝，一直喝，一直喝，一直你就忙了。好，我们来吃吃看鱼干出的鱼干，里面已经有一些粉在，你会注意到它的花生，它上面的颜色比较深一点，感觉已经是调过味的。先来吃个花生。有些鱼干就是咬下去的时候会很难咬，但是它的鱼干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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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脆的。这边有红字写了一个非常烂的笑话：小鱼干吃完剩什么？剩粉。烂死了好了，它本身就是辣的口味，所以它再加上这个剩粉之后，它会变得更辣。我注意到上面这个地方，它会写剩粉怎么加。如果你加四包的话，就是最辣、最辣、最辣、最辣。它非常非常下酒啊！这一套出出来应该是给喜欢吃辣的人吃的，我好痛苦啊！我觉得这小鱼干，你可以推一个不辣的口味，我也很爱，但是它太辣了。林哥们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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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泡掉的那一份是因为太辣，我真的不吃辣。喜欢吃辣的人吃的，我好痛苦哦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部分转去马蹄的现场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哇，来到香港这边业配自己的产品，非常舒服。我们手上有，这里有弄了很久，在台湾运到香港这边的啤酒系列，第一款是蜂蜜草莓，等一下，蜂蜜草莓啤酒，这个是我做的包装，就是画了一个很简单的图，然后这个是台湾的插画家画的版本，只有第一批啤酒有两款包装，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，现在就要买了，因为之后应该只会有彩色的包装，白色的包装应该是没有。就是我画的这一款是我自己时间比较多，所以做的。另外一款，这是这款爆肝，有没有念错？这个是我做的，这个是插画家做的。这一款你在酒吧里面会喝得到，但是在全台湾只有一家。酒吧里面会喝得到，我们今天可以来试试喝喝看这两款，然后吃寄过来的鱼干，还有剩粉，有没有想过用剩粉做拌面会怎么样？我们来试试看，一边煮面一边配我们的酒。先开鱼干的鱼干，还有一包小的杏粉，很兴奋。兴奋的兴奋，好，来剪开，鸡辣椒麻花生小鱼干，这个鱼干跟花生比我想象中的小哎，花生也会有一些比较大的，但是这个是比较小的。你知道大的跟小的差在哪吗？如果东西越小，表面的面汁越多，煎上的粉就会比较多，所以那个味道会比较调味会比较重。非常合我们的啤酒系列。如果你要订的话，下面有连结你去订。如果你长大了是18岁以上的啊，可以马上去订。如果你是18岁以下的话，等到你18岁以后，它还有的话，你再去买，好吗？杏粉 Ben， 如果我要出的话，我会叫什么？麦粉，会变成麦粉。好。来，再多加一点拌匀，这样闻起来
辣椒跟发酵的味道变得更浓了。配一口啤酒，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啤酒，配这个有点辣的鱼干花生非常好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炸起来！噔噔噔噔。另外一款喝的话，建议大家是准备冰块，准备一杯冰块。我们来试试看杏粉拌面，它这个小包装非常好哎，我觉得之前我看这个样子，我就觉得会不会很麻烦用起来，就是因为这么大一包，原来里面是这么小一包的，很好用哎，哇！哇，好辣！好辣，所以它只是加辣，是没有加很多很咸的味道。如果你本来的东西有点咸的话，也是可以加。你看多辣，再来试试看。因为它的辣的味道、香料的味道很浓，所以你加了马上变得非常的剩粉，你吃了就会变成剩粉，我觉得很好，很有个性的东西。这个配我们的爆肝加冰块味比较好，看起来就像你在酒吧点的调酒，非常好喝，有一点水果的味道，然后甜甜的，之后又有一点点啤酒的气泡在里面。剩粉做拌面配这个酒几分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五分，只是有点太辣。这个我再想一想一想办法。如果你在台湾，这些就很简单可以卖得到。但是这个在香港要想一点办法，因为这个我觉得真的好吃，我没有吃过这个样子这么方便的鱼干跟花生。所以香港的朋友们，俾啲时间我，我睇下可唔可以攞到翻嚟啊！即系有得卖嘅话，我话你知，非常满足，好靓，我自己觉得几靓。包装非常之靓，跟住入面嘅嘢非常之一包一细包，细包非常之好。香港的朋友有机会买得到，跟我们台湾的朋友吃得到同样的东西，不会只有你们吃得到，大家也开心，大家一起做剩粉鱼干的鱼干，还有买这个酒，这个下面有 link， 现在就可以订了。我的包装应该很快就会卖光，所以如果你现在不卖的话就没有了，所以自己去抢购。Alright，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要到这里，我是润润润，大大家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们下期再见 ，See you guys，see bye bye。鱼干的鱼干。准备被骂爆。